是我。你拍完夜戏了吧？杀青了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谁？是严总，他昨晚高烧一夜，今天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，就让他先休息吧。你是担心我传染给他吗？死不了人的，让他进来。找我有事？什么电话？有吗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昨晚不小心拨错了电话，打到你那儿去了。电话接通了，出于礼貌，我没有直接挂断，正要解释打错的情况，却听到了呼噜声。工作了一天，听听某人的呼噜声，还挺解压的。看来下次要给你录音存证了。你不信？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？我都发烧了，心里还想着你。因为想你，所以半夜给你打了电话，发现你睡着了，不忍心挂掉电话，觉得听着你的呼吸声也很开心。我其实喜欢你，不想让你知道，才编着一大段谎话。你想听到的答案是这些吗？